天柱穴，啊，它是我们足太阳膀胱经上的一个穴位，啊，大概的位置呢，在我们后脑勺这个附近，啊，这是大概的位置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准确定位。这个准确定位说在项部，也就是脖子后边啊，脖后梗那个地方，大筋就是斜方肌外延之后发际凹陷中，大概呢是当后发际线正中旁开1.3寸。那这个找呢，是按它找就比较麻烦。实际上我们可以找到脖子的正中间，是吧？在脖子两侧有两个肌肉，你摸一下啊，就有两侧有两个肌肉，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斜方肌。我们说大筋啊，斜方肌，它一般的这样上去啊，上去在哪里呢？它就在这个发际线啊，这个大筋旁边啊，挨着这儿。就是你摸了这个大筋啊，脖子后边能摸到两边两条筋啊，很硬的。摸了以后呢，就在这个入发际线了，入了发际，哎，就在这个位置，啊，就是的，啊，你按一按，它很胀啊，又很酸胀，其实很好找。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标准去找呢，有一点麻烦啊，不好找。你就顺着这个筋往上摸，摸到这个头发这个发际线这儿，哎，这个筋外边这个边边就是，啊，一边两个，一边一穴，一共是两个穴，啊，就可以找到，这就是天柱穴。好，我们来看天柱穴有什么作用呢？啊，天柱穴可以治疗后头痛、项降，就是脖子发硬了，就包括颈椎不舒服啊，它都可以用。肩背和腰痛、鼻子塞、癫狂，这是神志性的疾病，因为它靠近脑部啊，后脑勺那个位置是吧？哎，还有发热性的疾病。那天柱穴常用的配穴有哪一些呢？这个配列缺啊。后溪可以舒筋通络啊，主治头痛啊、脖子降；配合谷、太阳可以清热明目，主治呢眼睛红啊、肿疼痛；配大柱、风池治疗呢项背痛啊。而且呢，天柱配太冲、配风池可以治疗高血压，有降压的作用。这太冲啊配风池可以降压；配后溪、悬钟啊治疗落枕。啊，这呢有时间啊，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你可以灸一灸，因为灸法呢，啊，相对的要安全很多。